为了要往前走，所以他拉着我的手往前走，不然人真的会把我挤开。所以你们两个有发展的机会吗？哦、我们就朋友哎、欸。那你两个新闻出来之后有比较尴尬？不会，就是朋友才不会尴尬。安心亚牵手柯震东真相了，远谈异国恋，李多威爸爸意外被 Q。说安心亚现在的时事呢，我是汪小菲跟马小梅的介绍人，然后呢，同时也是这个安心亚跟这个周子瑜的粉丝。安心亚过年期间被拍到和46柯震东夜店牵手，还以为是认爱的节奏，跟柯震东牵手是怎么回事？一起出去嘛，然后那时候人真的很多，太挤了，所以为了要往前走，所以他拉着我的手往前走。那天有微醺吗？一点点。有一种就是浪漫的氛围吗？还好人太多了。你会自己脑补，就是朋友啊。那有没有发展的？没有想这么多哎，不会往那个方面想。我们认识很久了，五年以上，差不多，想不到吧？就是我们有很多共同朋友。哦，对，因为他有先介绍的，是不是？他当天说祝福哎。哦，真的、啊。对，还是有骂他说你可以这样讲。也没有，他也不是你的菜，就是朋友不会想到那一方面去啊。柯震东那次被发新闻之后，他有点不爽，说他隔天就不去喝酒了。是不是还是去喝了？是不是？没有，开玩笑的啦。女方这头坚称是朋友，那牵人家小手的柯震东又怎么说呢？两个新闻出来之后有比较尴尬吗？不会，就是朋友才不会尴尬。没有人会带着一个去一个竟然有400个人的地方，就是朋友才会这么无所谓啊。所以你已经先设定说你们绝对不可能在一起了吗？不必吧，不用这样子。不用设定任何事，因为我知道是只是朋友，所以我有点失望。我一看到说 yes， 他好开心。你问完了没有？我不希望他们说是，对，我是蛮祝福的。虽然我也错合过欣雅跟阿Ken啊，我就是希望我喜欢的人都在一起。好啦，这一对暂时没来电，但心要这么烂，总有追求者吧。最近有喜欢的对象吗？我没有啊，因为我就是一直都在角色里面，没有时间，可能要半年后吧。杀青时间这么确认了，半年后要开始物色，是不是？你要等有空啊。家人朋友啊，他会说，对，单身太久。他们好希望我单身哦，他觉得我单身就可以很认真工作。你是恋爱脑吗？是，但我还是以事业为重的人。之前有一个歌坛新人 Juicy Boy 有提到你是他的理想型，我可以正式看看啊。你会乐于异国恋情吗？我也就是一直在排时间要去韩国啊。太美了。柯震东前又去首尔了没？但他不是韩国人啊。在节目上是有那个多惠爸爸，好像也蛮欣赏你。李多惠的爸爸。可是他单身吗？就自己年龄有没有设限？年龄就是都没有，我没有设限嘛。